八神同时激降解决了以往单神激降速度慢、制空时间长、容易暴露等作战瓶颈问题。八名机降队员同时滑落，因距离间隔比较近，容易发生碰撞而造成受伤。 这些问题需要我们通过不断的训练磨合解决。机降作战具有迅捷灵活、精准高效的优势，越快投入战斗，越能出其不意，赢得先机。通过多次合练，我们有效解决了以往单绳机降着陆慢、集结慢、投入战斗慢的问题。 实现了快降快打。这次联合训练，我们攻克了快速登机、机降突击、协同指挥等多个一级八神机降技术难题，有效提高了直升机和机降分队突击作战能力和战场生存力。接下来，我们还要进一步抠细节、练配合、练战法，深化巩固一级八神机降作战效能，助力陆军向立体攻防、全域作战转型发展。